法体被众生时，由芸芸众生中经历苦难，修化升仙。别废话了，再让我和如来打上一场。如此压力500年，心性不改，也属徒劳。今日将你实心化为人形，以凡人之躯体会人间情暖，凡有所想皆属虚妄，一切有为法皆如梦幻泡泡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起始，移动。我倒要看看剑圣今天敢不敢来。师父驾徒弟，齐天大笑。要怪也怪我自己不争气，都败在他的风光剑下，让他做了这个门主，丢了这个人。在下君子剑周游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剑圣公孙寻。江湖传说剑圣手里的风光宝剑天下第一，下个月中朝廷要选新的武林盟主，在下想借此剑去比试比试。这不是风光宝剑，我也不是江湖中人，更不是剑圣，你认错人了。不虚传，周游甘拜下风。Thank you.
内功不错嘛，居然没被我的摄魂香迷倒啊！不要恨我啊，本小姐求财不求命，三个时辰之后，这些人自然会醒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金条呢。你这个人很穷啊，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，没钱来什么酒馆？难道你是要饭的？长得还可以嘛，做乞丐可惜了，想不想要钱？这些分给你，拿去买酒喝吧。你以后就是我罩的了，做我小弟吧。啊，我叫秦月儿，以后要是有人欺负你呢，就报我名号。师父派你们来抓我，是不是太小看人了？师姐，打个招呼而已嘛，干嘛这么认真啊？少废话，我是不会和你们回去的。哎呀，师姐，嫁给节度使不是挺好吗？很有钱啊，到时候你嫁过去会有十几个丫鬟伺候你呢。只要老子不喜欢，就算是皇帝我也不会嫁的。皇帝你不嫁，难不成你嫁乞丐啊？就算是乞丐，只要老子喜欢，我也生生世世跟着他。别废话了，打晕了，直接带走。现在还觉得师父小看你吗？你是谁？敢插手我们桃花谷的事？是我请的保镖啊！喂，我可是你们师姐。你们竟敢背着师父这样打我，还不快滚，不然我让他把你们全都淹了。走，快走，走，走。天下第一，若不能为我所用，留着必生后患。你不是保证能干掉剑圣的吗？小人一时疏忽，请大人再给小人一次机会。不用了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，给我找个更厉害的高手来对付公孙寻。大人饶命啊。公孙寻遇到一个女人，长得和他死去的师父邹红一模一样。计划有变，你去给我继续好好盯着寻。
想办法把那个女的抓回来。遵命。玉儿感谢徐大侠出手相救。之前收你做小弟的事情，多有冒犯，还请徐大侠见谅啊。来，鱼儿再敬徐大侠一杯，干！我看寻大侠不像是本地人啊，你来杭州有什么事情吗？我秦月儿有恩必报，需不需要帮忙啊？既然寻大侠不愿说，月儿也不再问。来，我们喝酒。我来为忘记一个人。啊？我来找一种能让人忘记一切、从头来过的酒。酒？还有这种酒？他叫……再说嘛。我已经告知天下，叫你逐出师门。师父，不许叫我师父。师父，你走啊！师父，你走啊！我不许你跪我！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。又拿什么破东烂西的来骗老子？先闭上你的臭嘴，看我闪瞎你的狗眼！黄金剑山，玄铁剑柄。风光斩气，风不伤人，破防断气，天下第一。你告诉我，这宝剑你从哪儿搞到的？我你少废话，一万两，给钱。哼，你不说我也知道。你是从一个身高八尺、眉宇轩昂、满脸正气的小帅哥手里偷来的吧？哇，朱大芬，你开天眼了？你怎么知道啊？哼，因为那个帅哥现在就在你身后瞪着你呢。林，帅哥，你也看到了，这一切和我没有关系。哼。
帅哥，没事啊，我是怕他打坏我这里更多的东西，我想让他睡一会儿。现在交给帅哥你了，你随意，随意啊。真抱走了，羞死了！我得算算，我损失了多少。昨天我在市集上碰见一个故人，他说他在东边找到一种酒，喝了就能让人忘掉所有的一切，然后从头来过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如果给你一次从头来过的机会，你还会拜我为师吗？他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这宝剑，就把它送给你了。那他人呢？走别愣着了，喝了解药赶紧追呀。我为什么要去追他？宝剑估个价了，快点。这乃是定情之物啊，我可不敢。谁和他定情了？着什么急呀、啊、我要是收了他折寿。哎，我说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啊，谈个恋爱怎么这么矫情啊。我告诉你，此乃是风光宝剑，无价之宝，你说他要是对你没意思干嘛送你？你说说啊，人家帅哥对你多好啊，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，人家怕你淋湿，他背着你在门口站了一夜呢。你可倒好，睡得还挺香。
进屋吧。老这么背着他，他也睡不好啊。来，听说这附近有一种叫醉生梦死的酒，请问朱老板，你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吗？我有个朋友在南边双浦镇卖酒，我听说他们那儿有一种酒叫做醉生梦死酒，喝了此酒的人就会忘记一切。好的好的好的，不好意思，再来一碗。啊，剑给我，铁罗汉御空，请剑圣赐教。你喜欢，就送给你吧。反正以后我也用不到了。请剑圣赐教。老子不要你这把破剑，拿着啊！请剑圣赐教。哎呀，你吵死了！赐教赐教，谁看见老子们在聊天呢？拿着。老子今天就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没有礼貌的和尚！啊！臭丫头，你早晚死在钱上，就知道是你这个老家伙，死在钱上也比嫁给节度使要好。疯丫头，什么时候跟剑圣搞在一起的？快把我解开！哎呦！这些金子我可不还啊。好啊，想要金子你又跟我回去，这些钱都是人家节度使给的，你看人家对你多好多舍得，你这么喜欢钱他又这么舍得，哦天哪，多配呀、啊、师傅，小心师傅。你好像选择避雨了吧？
师傅，你好厉害啊！爱你呀、啊！叫你偷东西之前先看好对方的身份，你就是不听。看吧，又不知道惹了谁了，人家来找麻烦来了。还好为时跑得快。哎呀，不要闹了，乖乖回家，为时给你做最爱吃的烤野兔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嫁给节度使。哎呀，不想嫁就不嫁。反正我就想骗那个节度使点钱，你一个大姑娘家天天在江湖上鬼混，多不安全。现在我也拿到钱了，回去就叫阿三阿四还有小普收拾东西跑路。去哪儿呢？去四川吧。那你不是喜欢吃辣椒吗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丢钱了？我现在还不想回去。哎呀，你个大姑娘不回家，难道和那个剑圣浪迹天涯呀？剑圣，你不是喜欢上那小子了吧？嗯。哎呀，那个死丫头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这个世界上除了钱，一切都靠不住的。可是，包括我，那些情情爱爱的东西，那更是虚无。他想都没想就把手上的黄金剑给我了，还照顾了我一夜。啊？照顾了你一夜呀？哎呦！哎呀！好吧，去吧，去找他吧。真的吗，师傅？你没骗我吧？我骗你干嘛？反正跟我回去了，你也会想办法跑出来找他，不是吗？再不走，我可要反悔了。嗯，你这个白眼狼，头都不回。好了，出来吧。不过，你们好像选错对手了。武林盟主去做官，天下又要不太平了，对不对？盖世英雄，不过傀儡，徒有虚名。你是天下第一呀，你去做这个盖世英雄不就好了吗？省得他没有证跟你死我活了。为什么要跟着我？明明是你先跟着我的啊，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你是不是喜欢我？那你为什么把剑送给我？老板，来一间最好的客房。好，两间。哎，只有最后一间了，都被江湖人士住满了。肚子，先吃饭。喂。
我请。是来，我请你。哎，小二，小二，哎，我大妈，你干什么？这桌我们坐了。年轻人，你有点爱心好吗？拼个桌不行啊？没看见我是小二的吗？哎，客官，您点点什么？哎，红烧鱼、醋溜鱼、大闸蟹、烤牛肉、烧鸡、烧鸭、烧鹅、红烧狮子头。哎，你一个人吃得完这么多吗？哎，再来一壶女儿红。哎，快去快去快去！好嘞。哎，快点，我们还没点呢。不用点了，我们一起吃嘛，这样才热闹。吃饱了吧？该干活了吧？既然你请老夫吃饭，老夫谁说要请你吃饭啊？桃花自然，姻缘未了，孤鸿清心，生死相摇。轮回注定，三世三生，情伤不破，官读终老。大侠请看，姻缘似上天注定，却如这镜花水月，似真似幻，如梦如烟。你抓住的是你放下的，你放下的皆是虚空。厉害啊，挺玄乎啊。给我了给我了。你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，他会踩着七色祥云来娶你的，好不好啊？能不能再具体一点？哎呀，你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，长得跟这个大侠一模一样啊，应该就是他了吧？真的吗？哎呀，那我们该选什么日子成亲啊？我帮你算一下。不知所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给钱给钱给钱！哎，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不会算命的吗？哎，还桃花自然，七色祥云，会不会太夸张啊？哎呀，夸张什么？搞气氛嘛！我这些啊，都是以前做媒婆的时候啊，听别人说的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少了这么多啊？吃饭不要钱啊？你当我冤大头啊？哎呀，这个死丫头啊！哎，不要浪费。好吃。既然各大门派的高手都到齐了，我宣布武林盟主技高者得，双方食指各沾朱砂，现在对方额头点上一点红者即为胜利，不得使用兵器，也不得打坏客栈的东西。在下华山岳松，请赐教。峨眉张子珍。
引。还有人要向岳掌门挑战吗？华山派是百年正派，至师尊岳正峰开始就执掌武林，多年来也受到江湖各派的尊敬。华山武学博大精深，可岳某不才，只习得华山武学的十分之一，愧不敢自称武功盖世。今日大家推举我为武林盟主，岳松定当鞠躬尽瘁，他日册封盖世英雄，这戏演的也太假了吧！三军也定当为百姓死而后已。好。现在我就宣布。慢着，这还有人呢。你是何人？何门何派？报上名来。我什么都不是，我只是看不惯你们有的人串通一气想害盟主之位。少废话，有本事你就上来跟我比一场。你现在是想打女人吗？变态。不才，凌绝腾、凌霄峰也想与岳掌门切磋一下。哼，凌绝腾剑派不过十年，无人举荐，你凭什么竞选武林盟主啊？武林盟主技高者得。白胡子老头，这可是你刚刚自己说的，现在要反悔了？那你刚刚还问有没有人要挑战，现在有人站出来了，你又在这论资排辈？那搞这个比武夺位是为了想做戏给大家看吗？好，你说要人举荐，哼，那我桃花谷秦月儿举荐他凌绝堂凌帮主参选武林盟主，还有谁跟我一起的吗？岳掌门，请。Thank you.
就是传说中的醉生梦死啊？喝了真的能忘记所有的事情啊？准确的说，是忘记你最不想忘记的事情。哦，慢着。很贵吗？老子有的是钱。那么，你最不想忘记的是什么呢？喝酒吗？我准备回昆仑山再喝。为什么不问我杀了谁？又不关我的事。那月儿姑娘打算去哪儿？也不关你的事。好，再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请问，这里往西最近的驿站要走多久？小城的话十日，起码三天。给我准备一匹马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客官，里边坐，先喝口茶，我去给您备马。嗯。哎，thank you.
相扑，师姐，怎么回事啊？师傅和其他师兄弟呢？昨晚来了一帮黑衣人，把师兄他们全部都抓走了。那师傅呢？师傅之前出去找你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他们留下来让我给你传话，说明天皇上会册封武林盟主凌霄峰为盖世英雄，要你潜入盟主府内，盗取他手上的大将军印，换回师傅和师兄。哎呀，岳掌门的！我们我还能喝，喝呀喝！恭迎岳掌门，恭喜啊，江峰兄，请。有贼！又是你这女贼，竟敢杀害盟主！是我，来人救火呀！禀告大人，一切都按照您的计划安排妥当，岳松已经带着各大门派帮主前去围剿，终于可以铲除这帮草莽之徒了。这一天居然让老夫等了10年。去把最后的事情办妥，不要让岳松起疑心。为什么要帮这个狗官？而要是帮着这个狗官的人，就是我们江湖的敌人。今天就算是你剑神苏红也一样。哼，兄弟们上！感谢侠女出手相救，老夫先干为敬。我其实并非救你，我想救的，是他们。侠女，此话怎讲？他们杀了你，朝廷自然会再找一个人顶替你的官位，一如往常。但得罪了朝廷，从此江湖就太平不了。侠女，果然侠义人心，不愧天下第一。来，老夫再敬你一杯。今日之后，我想他们也不会再敢来叨扰司徒大人。但司徒大人若想高枕无忧安享晚年的话，小女子奉劝司徒大人，今后当体恤民情，轻慎明酌。大胆！
在下斩首修罗郭爽。有人想让我和你切磋一下。习武艺在修身，不分高低，切磋武艺。杀你！你告诉我，是谁让你来找我切磋的？多谢剑圣饶命。是。同伙是天下第一剑，那就不是我们几个能对付的。听着，回去召集所有高手，我们再做商议。
你不是回昆仑山了吗？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我本来是想去桃花谷的，可半路有人飞刀暗算，把我引到这儿来。看来我们是被人算计了。有人要害你。他们知道你一定会出手救我，所以才故意把你引到这儿来，让各大帮派的人误会你是我的同伙。月儿，你干什么？你中的是唐门的紫阴散，如果不及时把毒血吸出来，等毒血已进入心脉，就完了。刚刚不是也为我挡了一剑吗？先把寻和月儿两个人聚在一起。再召集江湖各大门派同去围剿。告诉月松，抓住月儿，就能做新的武林盟主。当他俩被江湖草莽团团包围时，你再去埋伏，等待时机。遵命。再敢往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你们。知道剑圣公孙寻的分光宝剑天下第一，我们都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，也不会乱来。但是这个女人杀了凌盟主，我们总得给弟兄们一个交代。剑圣只要交出这个妖女，我保证不再为难你。倘若你一再袒护这个凶手，就算我愿意放过你，不要管我了。但凌绝堂、武当、这现在快走、峨眉。我相信其他各大门派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杀害凌盟主的另有其人。
不用再狡辩了。我亲眼看见林盟主死在这女人脚下，而且就是被他们桃花谷的毒人毒死的。这一切都是你们设计的，对吧？
10年前，突然有人说我们家的酒喝了之后会忘记一切。从那时候起，每天都有很多人来买我们家的酒。他们有的人喝了以后没有任何感觉，就说我们骗人，还砸我们的店。但有的人喝完之后，就真的什么也记不清了。他们有的抛弃了老婆，亲人去了别的地方生活，有的就那样浑浑噩噩，疯疯癫癫，过完了一辈子。其实，醉生梦死，根本就是普普通通的酒，它只不过是一个借口，给那些想逃避的人，一个完美的借口而已。我看你不需要这个借口。情爱之痛，乃人间苦难初味。月儿此生未度情爱之劫，不惧牺牲自己，可见其大爱无私。这没有珍惜的失去也无法挽回。这一世的失去，教你懂得以后珍惜对你好的人。500年后，将有人解救你于五指山下。如果有未来，我必倾尽全力去保护。他将带着这个金箍来找你，需你辅助他普渡人间苦难，以偿再造之恩。他的名字叫做江流儿。